我最多挤奶最多从来没有超过100包，对，两边，对，两边，两边四个钟头挤一次，谢谢，两边，然后挤半小时，然后没有超过100，超可怜的。他可能喝一喝就是根本就什么都没有，当奶嘴吸吧。赵小乔砸200万省千金，无奈乳汁不足当奶嘴吸。那焦哥跟苏静都有一个女儿了嘛？那有计划生第二胎吗？哦，来你先，焦哥先，你的已经稳定了嘛？那么大了，可以来了吧？我的梦想是对啊，两个，真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老婆允许就对。赵小乔、黄子佼、毕淑静三位新手爸妈出席活动，畅谈育儿经，场子瞬间温馨起来。那毕小孩有会看你在台上唱歌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会在电视过去电视前面，然后就亲我。真的，啊、好可爱呀、啊！那么多的辐射在那里，他就会跟着唱。我觉得这个都是 DNA 耶，因为昨天玉米上床，但没睡觉，但他一直在说话，然后我就在跟谁聊天。是主持人的 DNA 吗？那你们家的应该就是爱演戏了。然后他是真的很爱看镜头，很夸张。那我都觉得他有点偶包。啊、你也是偶像团体出身的嘛？你有 DNA 的啦。来，新闻媒体没有，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小乔偶像时期。那时候七朵花的时候还没有韩团呢 ，OK。话说嘞，目前赵小乔的女儿点点五个月大了，为了生这胎砸了200万上下，目前还有10颗胚胎，不排斥再生一胎哦。其实最贵的不是取卵，最贵的是免疫球蛋白，因为我打168瓶嘛，然后打1瓶5000，差不多80几啦，光免疫球蛋白，那还有加别的，可能真的就是200左右吧，千金。当我抱着小孩的时候，我马上就会想说，如果我一不小心睡着，或我不小心松手，然后掉下去，然后他就受伤，就会很多这种有点像被害妄想，就我真的会做噩梦。然后梦到小孩不见，然后我哭醒，就隔两天我又梦到我的奶没有奶，护士来呛我说：“拜托，你怎么这没有奶什么？”然后我，哦，超少的。我在医院的时候挤了一个钟头挤0.5，对，0.5，我最多挤奶最多从来没有超过100包，对，两边四个钟头挤一次，谢谢，两边。然后挤半小时，然后没有超过100，超可怜的。对，还是在坚持，虽然就是，他可能喝一喝就是根本就什么都没有，当奶嘴吸吧。